两件事，一 ，GC 发来邮件，质疑我们本季度华东地区合作方200万的需求量以及支付能力。二，国际设计大赛组委会接到举报投诉，说我们抄袭关顶的设计。怎么回事？顾总，我们跟 GC 提的是800万。顾总，我们没有华东市场，邮件里说的是华南。是吗？对的。顾总 ，GC 提出的疑问主要是担心咱们后续的尾款支付。本季度咱们的现金流主要是依靠上一次和广州甲方的合作的那笔回款，账期长，加之追讨困难，对方的担忧不无道理。账期拖这么长，合约谁审的？我审的。顾总要是觉得业务合约责任全在法务，我无话可说。于总啊，这个咱们和关顶之间的设计版权纠纷问题是不是也出在你这儿啊？我们已经和关顶达成了合作关系，设计稿是我们共同送去参赛的，知识产权共有。可是关顶后来开除了那名员工，那名员工心生不满，去仲裁闹也不占上风，因此去组委会举报，这纯属于个人报复。怎么，我在恒星连这个也要负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看呢，现金流出的问题未必非得倚仗回款，也可以考虑一下新的资金流入，例如被收购，是吗，顾总？顾总，回款的问题我会和地区总经理商议解决，至于版权的纠纷还是交给于总吧。咱们的证据链没有问题，与关顶的合约也会生效，组委会那边应该只需要公关一番就能够解除误会，您看这样行吗？好，就这么说定了，散会。咱们老板这么不靠谱，一如既往。青青，他毕竟是老板，你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哎，我来恒星完全是因为你的面子，你可别惯着他，迟早要面对现实。不彩排就开会，就他那能力，笑什么呢？这都。错过了李叔的收购，就没法顺利的将公司转到李浅手上，让他负责。我这追寻主播之路也太难了吧。喂，你还好吧？好什么好呀，我姐在家里逼婚，非得躲到我家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从小就喜欢虐待我。哎，苦不堪言呐。哎，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挺大的呀？何止啊，你是照顾对方的心情，所以才避重就轻。可是对方呢，他就敢跟你得寸进尺。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你要实在不解气，你打我两下也成。这说又不能说，打骂又解决不了问题，麻烦的要命。再这么下去，我一个人肯定扛不住。你别啊，千姐，您老消消气，都是我的错，您千万别辞职啊。辞职？你道什么歉啊？你刚才说的不是我吗？那你说的是谁？就是你，你怎么回事？你要开会，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这样也好让我做好准备嘛。千姐，
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管理公司，你比我更适合，要不我就公司长。嘿嘿，长本事了，会躲啦，过来，别动啊！切，还躲？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喂，二哥，你说谁在学校？就是。赞助，什么人啊？宁。您什么宁啊？我问你呢，你是哪一届的啊？怎么好好的路不走，鬼鬼祟祟的呀？宁成明。宁成明？是我理解的那个宁成明。啊。曹教授，他是谁？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认识他？成明，你是我最尊敬的医生，我不希望你受到太多。成明，你眼里不容沙子，这是你刚征哥的本性，但有时你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你是谁？这是什么意思？全都炸了，都在说经管学院的噩梦回来了。对不起啊。你很热吗？本来不是很热，但是被你抓着好像有点热了。老李什么意思？一个电话把我薅这儿了，难不成是宁老师的事儿？打个电话问问，能是什么事儿啊？于强强。
了。